家好，我是宋左儿。那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我最近新发现的一个宝贝，这个小精灵咖啡机。它呢是多趣库斯出的一个新款，然后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理由呢，就是它有四档的温控功能。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就是它这个常温萃取的这个功能，因为我其实比较喜欢喝一些凉凉的，不太平时喝太多热，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所以呢我就会搁一点冰块，然后用这个常温萃取，然后一下那种冰爽的感觉就来了，既提神然后还可以有消肿的功能。然后呢现在确实是天气也转凉了，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去喝一些热热的饮料。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做一杯拿铁玛奇朵，就是这个。它里面呢有两个不同的胶囊，一个是奶的胶囊，然后另外一个是咖啡的胶囊。首先我们先打开这个锁扣，然后把刚刚这个胶囊盒打开，然后放进去，首先放这个奶的，然后它这上面写的是1、2、3、4、5，然后需要五格水这样。OK， 然后我们放进去，关上这个安全锁扣，然后呢，1、2、3、4、5，然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黄色的这个中低温模式，然后我们就按一下，就可以一键萃取啦。然后现在呢，我们这杯牛奶已经萃取完成了，现在呢，我们就是下一步，打开这个安全锁扣，然后取出我们里边的这个胶囊盒，然后呢，换上这个咖啡胶囊，然后上面呢显示的是两格的水量，所以我们选择两格的水量，然后把它换成橙色的中高温模式，再往里一键萃取。好啦，那这样暖暖的一杯又有颜值然后又有味道实力的拿铁玛奇朵就做好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就是暖暖的，然后奶香味很重又非常的丝滑，热热的非常适合秋冬我觉得。然后呢多趣库斯他们家呢光是这种咖啡味道就有20多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那大家呢马上就是双十一了，也可以去多趣库斯他们家的旗舰店挑选一份礼物给心爱的人吧。